头条开讲频道开会员喽，邀请您加入会员，加会员支持头条开讲，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最近呢，注意到这个美国啊，不断的是拉着日本跟韩国啊，那要做什么呢？现在你看到的是在8月31号跟9月1号在夏威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Jake Sullivan 他即将要会见日本跟韩国的国安的官员，那么日本的官员则是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他最近才见过大陆的杨洁篪，以及韩国的这个国家安保市长金盛汉。那么在这个美日韩的官员在讨论了会议结束以后呢，苏利文还要到访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来讨论防卫印太地区的联盟关系。那我们其实看到亮哥，这最近呢，你看这个军演不断啊。那在这个苏利文要见日本跟韩国讨论国安的问题、国防的问题之外呢，其实在此之前，美国就已经先跟日韩，甚至是澳洲、加拿大的海军，有一场在关岛周边海域进行的太平洋先锋2022军演了，真的是有不少的动作啊！啊，亮哥。我因为最近传出很多消息了，比如说日本读卖新闻不是说他要部署这个 长距离的这个反舰导弹吗？千枚导弹。哎，对对对对对啊！可是防卫大臣又不置可否。我是觉得有很多事情在酝酿中啊。那美国当然希望他部署更积极一点，对，更积极一点，当然是如此啊。是。那大概。那韩国的部分，我倒觉得他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还在黄海做演习嘛，那个是延续大概将近一个月，那时间蛮长的。对，你不说我们都差点要忘了。对啊，你也不要以为是美国很勤奋的在做啦，因为中国大陆也很勤奋啦，所以而且你要知道上次这个我们讲那个Quad啊。就是美日印澳，就是印度不算了。是，事实上他们也有一些结论嘛。比如说不是要做那个空中，要做那个对所谓灰色地带作战的那个渔船啊，做空中监测。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议题事实上都还没有真正大家好好谈一谈呢。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一些了。比如说，对于中国大陆未来的可能的灰色作战啊。然后因为今天又传出那个052D 又大连又同时做5艘嘛，不是吗？是，这个，就前两天的新闻。对，可是对美国来讲是很大的冲击啦，就是作战舰你又落后更远了，是，那怎么办呢？急得不得了，都看到大陆在下水饺嘛。这个已经超过美国的理解了啦，而且听说不止大连啦，听说还有别的地方啊。是，所以这个那当然也包括台湾的情势啦，那他们总要有一些讨论啦，因为他没有讲实质的议题啦，是，他就说哎，这个有关这个我们这个如何防卫印太地区的联盟关系，我们大家好好谈一谈吧。是啊，而且苏利文本人要去啊。是啊，而且这个其实日本这位局长秋叶刚男也见了杨洁篪，我觉得苏立文可能也是要问他说，你到底跟他谈了什么？对呀，杨洁篪跟你讲了些什么？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谈七个小时呢？你们是在干嘛？那我认为拜登如果真的要跟习近平在11月15号见面啊，那杨洁篪跟苏立文是势必要再见一次。不然不会有具体的进展，所以苏立文可以先来请教一下秋叶刚男，当然啊，看看底啊，然后才知道怎么跟杨洁篪讲，摸摸底啊，对不对？是是，本来因为你记得那个318之前，他们两个也见了6个小时嘛，对不对？所以因为双方的差异这么大了，而且题目那么多，你如果真的11月15要有一点进展的话了，你这两个人不见面是不可能的了。的确，所以要谈的议题恐怕也不少了。那现在这个您刚刚讲到了，的确在最近这个区域动作不断，这个局势确实是值得关注哦。所以苏立文呢，才要在夏威夷跟日本跟韩国的官员赶快来好好谈一谈。不过呢，当然在此同时，你看到我刚刚说这个太平洋先锋2022军演当然是刚结束，不过今年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所举行的。
联合了五国海上作战、反潜作战、空战演练，以及飞弹、实弹射击，还有海上的补给技能，好像你想得到的也都有包含在内。那么盛茂老师，照这样来看的话，美国现在是要加大在印太的力道吗？是，日本自卫队的举办不是日本自卫队主办，只是名字叫他主办，还是美国的意思来办啊？对，这个日本不要自己往脸上贴金，你从来没有自主权。首先呢，这中美目前产生的格局会慢慢的是美的成长慢，中国大陆的成长快，那么这一个被超越的格局大概是一个事实了，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因此焦虑的是谁？焦虑的当然是美国。美国面对这个焦虑，他做两个做法。第一个呢，就强势的，我把它叫做亚洲马仔鞋。马仔呀、啊，马仔，那细汉的啦，虎啊，哦、就是那个黑社会的老大带着小弟叫做虎啊、嗯，那国语叫马仔呀、啊，这样为什么？因为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就是他在亚洲率行今天来遏制中国、来干扰中国的马仔。嗯，因为他自己慢慢要出现的时候，他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难。嗯、第二个。他在开始争取话语权，他开始在亚太争取话语权。举个例子，请各位想一想，你远远的在美洲那么远的地方，你千里迢迢来到亚洲，然后你说你的安全被威胁了，而那个在亚洲不动的国家，他防卫他自己的权利，然后你说他威胁你的安全，那。说得过去吗？你说得过去吗？可是这就是他今天要争取的话语权，说啊，中国大陆威胁了，因为这里本来是我的内海，我要怎么走就怎么走，我可以根本不理你。现在发现不理啊也不行，本来世界是我家，现在发现我家越来越受限了。所以这种焦虑感就让美国在做出很多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又限于本身的实力。就以刚才我们讲的造舰好了，对，现在美国造一艘军舰多难啊！不是他没有技术，是他没有产业链，他的整个的生产能要发挥的时候，他要付多少多少的代价。而中国大陆今天在产生这一个军舰呢，就是像这个泡饺子一样。那美国会不会到最后好干脆开放给日本跟韩国来造？假如美国愿意提供技术，日本跟韩国来造。那不一样了，那个造舰的速度就那美国愿不愿意？美国会不会到一天也出阵了？可是这样下来的结果，中日韩之间又会产生什么的变化？而这个变化会受到第一冲击的是谁？是韩国，是日本，而美国远远的在旁边，所以整个的情势啊正在快速的变化中，因此争取话语权。累积自己国家的实力，是应对这个变化里面的不二法则。好，不过美国的确焦虑了吗？那美国现在也频频的放话哈。近评我们看到呢，像是白宫的国家安全会议的发言人 Kirby 他就说，北京正在试图要加剧局势的紧张，而对于这种新常态呢，我们是不会接受的。那但是呢，你看白宫的发言人也强调说，中方在挑衅，所以美国未来会实施演习，推动西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回稳，这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无关。你说怎么会无关呢？大国彼此在博弈，所以呢，不断的就会互相的指责。那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这所谓被美国说成的新常态，那美国是不是也在建立它另外一种所谓的新的常态呢？好，加大它的军事动作。那么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也有说。现在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是美国跟台湾的分裂势力，而不是中方啊！美国在打着让西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幌子，根本就是要以台制华。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双方完全都是在各说各话，或者相互指责。我觉得这个一连串的军演或许不足以这个威责震慑到这个中国，但是你从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科比他的态度很明确。他有点在学北京，你想要军演这个常态化，我也来军演常态化。你有 A， 我也有 A 啊。你有 B， 我就拿 B 对付你。然后，而且他有，其实他们有表明的说，就是要展现美国跟亚太、印太自由，所谓他们认为自由印太联盟
这样的一个 group 常态的行程，然后印太地区的军演的这个 routine 例行性的，我就是要这样。所以其实美国为什么它的传统的这个智库，它的这个华盛顿基金会那些它的一个传统智库都有提到说，传统基金会的华盛顿的智库都有提到说，为什么未来十年内恐怕在亚太、印太地区啊，这个情势会比较紧张。跟过去十年的频率相比，你光是看美军的这个军演的规模和频率，你就知道。我就讲今年8月1号到8月4号，美国跟印尼合作了这个超级神鹰之盾的这个军演，然后接着就环太军演2022，然后8月8号到8月14号这个进行太平洋之龙的这个2022军演，然后8月19号又跟澳洲开始联手17个国家的空军进行了这个气黑军演，对，然后接着刚刚讲到了太平洋先锋 PV2022 的这个军演，对，然后也是美国、加拿大、澳洲还有日本、韩国这5个国家，我中间还没有讲到美国跟个别国家跟菲律宾的军演，跟韩国的那个已知自由卫士军演。等你念完，可能我们都要下课了。对，然后还有跟日本的这个东方之盾2022军演，跟个别国家又有，所以我刚刚讲的八月到现在有没有10个军演了？有中国有参加任何一个吗？没有。以前环太军演还曾经邀中国担任这个观察员身份，那都是美国。那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共同交集，一定有美国、日本，不是美国、日本、韩国，就是还有澳洲这几个国家，然后偶尔拉一下印尼跟菲律宾，然后加拿大这样子，全部都拉进，还有印度哦，他终于又跟印度也军演，所以这个频率次数的增加规模之大，就是要告诉中国，你别想崛起了，我让你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我都把你封得死死的，从北到南的这样的一个亚洲的东亚地区，东北亚、东亚、东南亚，我把你封得死死的，堵得死死，你想要出来试试看。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抗的态势，赵立坚为什么会跟科比对上？而科比讲的那个好像云淡风轻、似是而非啊，我这个是例行的啊，然后怎么样？但是就表明了美国其实已经开始在部署这些东西，也告诉老共，我用这样的一个，我没有办法用军演来吓到你，但是我用联合各国的合纵联合的方式，我怎么样都要把你的家门口啊，用那个木板，就好像一个家他要出门，我把你木板钉得死死，让你出不来。可是亮哥，那问题是？刚刚如果赵庆平讲的说，美国说中国大陆改变了，他设立了一个新的常态，那但是呢，中国大陆会说是你先改变了吧？那这个是谁的开始的 ？Who started？ 是谁开始的？那就会互相在那边吵，吵个没完。那结果当然，美国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强调中国是个威胁，而且甚至是西方媒体或西方的智库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声量哈。你看像法国这边有一个情资新闻网站叫情报在线，不就讲了吗？说北京已经派情报网刺探外国政府对于攻打台湾的反应了。那其实本来这个莫斯科还试图要说服习近平在攻克台湾接受他的协助，但是中共目前为止仍然拒绝这一份提议啊。这个其实事实上之前俄国有一个军事专家叫克罗琴科，他就讲台湾去用无人机帮乌克兰，所以我们应该也要用某一种方式去支持中国掌控或甚至是占领台湾。好，但是呢，尽管如此，那中共目前为止拒绝这样的一个提议，而倾向对台湾行动采取速战速决、不寻求外援的策略。可是事实上光是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看到呢，包括像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不就有讲吗？哎呀，你要注意啊，中国大陆有7艘民营的载客滚装船，哎，静悄悄离开了黄海，开向了福建，有可能就是要参加解放军的演习或甚至是军事行动呢，还说卫星都有拍到照片了。来，亮哥。不，这个大陆本来登陆就不纯是用登陆舰了，他有时候他会征用民船，民间的那个客轮呐，所以这也没什么稀奇了，这个都是公开的讯息了，实际上连法国那个也是公开的讯息啊，那你去登录他的网站还要收钱，这样这样子是啊，我刚刚查这篇文章啊，一上去就说后面还有426个字，请你订阅这样这个也是听起来也是 common sense 嘛，中国很清楚嘛，比如说很多人就在传你会不会要占于外岛，那这个或者说你要不要封锁台湾，这两个战略他都不会采取嘛，因为这两个战略这个叫做打草惊蛇嘛，
那并没有达成他真正的目标，嗯，然后反而先引起台湾跟国际社会的戒惧，嗯，那大家就来制裁你，不是吗？嗯哼，对，所以他如果真的有所谓封锁，一定是攻台的一环呐、啊，一定同时发生呐、啊，而且这个时间越短越好，速战速决，对，他的战略一定是这样嘛，嗯、因为封锁你如果超过。你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你周边国家也会抱怨啊，嗯哼，那就会表态嘛，是哦，那参与的可能性，参与协助台湾的可能性就会变大嘛，嗯哼，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啦，嗯，那只是俄罗斯说要帮中国大陆，事实上可能会越来越具体啦、哦嗯、因为比如说最近我们那个。卖给波兰的那个无人机被人家发现嘛，是，那俄罗斯就非常生气啊，是啊，那就说台湾怎么可以去协助乌克兰？对，所以他就直接去找中国说我们也要帮你，嗯，就是要对台湾施压啦，就有同样的，也是同一个逻辑啦，嗯，就同一个逻辑啦、嗯、啊。不过这个事情我们待会儿再谈啊、嗯，这个事实上会惹出一些事情啊。哦，当然啦、啊，嗯，而且非常离奇是这家公司。做这个事情，我们政府好像事先不太清楚，这样。而且公司不是也否认？他不是否认，他说他卖给波兰。哦。然后他不知道波兰会交给乌克兰。哦，是。然后他说他跟政府完全没有关系。嗯。可是这是军用的。对呀、啊。那等于是你军售，政府不知道啊？这有可能吗？有点离奇。对啊。嗯。因为这视同军售、欸，哎、嗯。这个美国的所有的军火公司要做任何交易，即使你是商售，美国政府也是知情的、啊嗯、而且美国政府甚至会介入管理的、嗯、哼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个行为，这怪不得人家会把它当作新闻来报道了、哦、是、就是、而且你卖的架次不是很少，你是卖800架、欸、是，所以难怪会引起这样俄国的军事专家对此提出了他的，不，因为现在可能那个俄罗斯上次不是去土耳其，他那个见了土耳其嘛，嗯，那次跟土耳其还有伊朗嘛，不是吗？嗯，那我就怀疑俄罗斯会跟土耳其说，哎，你那个 TB5 是不是不要卖了？嗯嗯哼，是、哦。那他不是后来传出伊朗要卖1000架无人机给俄罗斯吗？是。那乌克兰又不是笨蛋，他一定会寻求替代来源啊。嗯，所以就。台湾，我认为可能不止啦，哦，会有各种无人机的来源啦、啊、不过亮哥，因为你刚刚讲到说你想要进去这个叫做 Intelligence Online， 对不对？那这个网站里面呢，要收费，对，要收费嘛、嗯。那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些看到他的报道，因为他这个报道里面还强调说，习近平前几天还要中共的国安部负责动员海外调查人员搜集外国情资，然后里面也提到说，嗯、他们呢、啊、这个最近呢还在分析说，认为国际社会呢不可能长时间像是对俄罗斯那样的制裁、嗯、对中国是不会这样做的、哦、所以就那要看你战争打多久啊、哦、因为乌克兰打不完啊，是啊，乌克兰俄乌战现在不知道拖到何时嘛，是啊，所以你不能够理解为国际社会在不在意啊，这个取决于你打多久啊。嗯，可是不知道多久，但是至少你刚刚讲到说大陆方面是不是会比较倾向是速战速决，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嗯、应该其实俄罗斯也是啊，可是没有办法、啊、事与愿违，是啊，嗯，我当然乌克兰要速战速决难度是比较高啦，是因为它太大了嘛，60万平方公里，台湾的17倍，而且它邻国那么多，所以邻国给予它军援的那种各种管道实在太多了嘛，是是哦，所以外力很容易介入嘛，是啊，所以他意思是说反正也不至于像是对俄罗斯那样来对付中国大陆，因此呢北京就更加的认为说那如果真的是对台湾有所谓的攻打这样子的一个行动的话，按理来讲应该就比较容易，不，你讲的是来不及反应、啊、达到他的目标啦，那个不叫做国际社会没有意见、哦、那个叫来不及反应啊、哦、然后就结束了，对啊，哦，不，如果说俄罗斯在第一时间如果是很顺利，在第一个礼拜就把基辅打下来了，那人家怎么介入啊？嗯嗯嗯，那就会完全不一样的形态嘛。嗯哼，比如说泽伦斯基就变成傀儡总统了、嗯，那接下来外力要介入难度当然就会变高嘛。是，所以还是取决于那个时候的实际上的战况、啊、嗯哼，对。不过呢，因为我们刚刚也谈到、嗯，就是不仅仅是人家这个法国的情资新闻网站有分析，嗯、那新闻委员我们也看到像是这个。
有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那就分析到说，中国大陆的七艘民营船还叫做载客滚装船哦，而且还说了这个船是渤海轮渡集团所营运的，它是隶属解放军海上民兵运输大队的。8月29号离开了通常会运行的黄海，就开向福建沿海哦。那他还把这个图秀出来给大家看，说推测这可能就是要参加解放军的演习或者是军事行动了。那这个船只呢，它每一艘可以载至少300辆大大小小的车哈，长得像这样，大约可以有1500名乘客搭载。七艘是可能足够提供3到4个解放军旅级单位来使用的，所以是不是可能就要善加利用这个对台湾采取行动？这样子啊，这在我的看法，这些都是哗众取宠、吸睛的标题啊。除非他们真的是大外行，那我先讲滚装轮，再来讲情报。两篇都一样。第一个滚装轮，滚装轮跟两栖登陆舰最大的不一样是。两栖登陆舰在滩头就可以进行，甚至在离滩头远远的地方就可以进行。而这个滚装轮不管它多大，不管它能载多少汽车，它必须停靠在码头。那停靠在码头就表示已经登陆成功了嘛，是吧？所以滚装轮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它有没有发挥在战争可以发挥的功用，载船、载人、载物等等，当然有，但是它发生的时间一定是在登陆成功之后，所以他讲这个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假如真的有登陆作战，不会用滚装轮了，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停嘛。这是我怎么讲说，这些都是哗众取宠啊，吸睛的标题啊。再来看这个法国的这个什么情报网站，这个在我看起来，在一文不值，一点价值都没有。为什么？我现在像一个逻辑来反问。他说：“你看中国大陆到世界各地在收集情资，这个是 common sense、欸。那你会说出中国大陆在各地收集情资，而且还是习近平交代国安部的？那不是你华国也在这里做情资吗？问你，你想是不是这样的道理？你们可以做情资，别人不能做情资。所以这个在我看起来根本就是也是，这片片的阿亮。”这个花几块钱去买他的，我没有花钱啊，最好你没有花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个资讯里面是有问题的。假如我们的了解，你打开中共的这个政府组织单位，你就可以发现，国安部的任务啊，收集海外情报不是国安部的主要任务，国安部的主要任务是国内的安定、国内的安全，它的对内多于对外。所以假如对外要收集情报，应该不是在国安部的身上。假如我们对这稍微研究的话，可能应该是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委会的情报部啊，可能比国安部啊是来的更多的。所以假如我们稍微研究能看的这个情报，看的这个资讯，一看呢、这个都很怪的啊。要交代收集国际情报，为什么？一定最简单的说，各这个怎么讲？各大使馆里面有武官，武官是谁派的？武官就是过去总站的二部啊，也就是今天的情报部啊。那这种收集，武官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个单位嘛。情报单位收集一个很重要的单位，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不能说国安部他们在海外没有做这种事，但是他的主体一定不是。所以。他讲的是一个 common sense， 因为每个国家都会做的事情。第二个，他所说的单位绝对不是权威单位。那等等，所以在我看起来，这两篇，外电的报道也好，他们自己本身说的也好，纯属参考。好，不过今天我们倒是看到了，就是国防部111年的中共军力报告输出炉了。我请教一下这个晋平。我们看到呢，这个国防部审视了解放军近年来的发展演训，结果评估8种对台可能行动，这里面包括了认知作战、灰色地带、联合军事威慑、联合海空封锁，第5是夺占外岛、离岛，第6是斩首作战，第7联合火力打击，还有第8全面进犯。我看到这个呢，当然我就好奇了，我想。国防部现在发布这个军力的报告书，那当然在这里面他提到这个8个重点，这是否也意味着这是
所谓攻台的八套剧本呢？或者是你怎么解读这份报告书呢？以前我们在采访国防部的时候，每年都会定期发布这样的一个白皮书，或者是中共军力的这个报告书，尤其在立法院开议前后，每年的九月、十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军演对方的这个军事情势的详定。那这八篇我自己看待加总过去这二十年来的一个军事情势的一个变化哈，其实一方面他想要让国人知道说可能发生的一个情况，有点打预防针。所以你看第一点他就把认知作战写进去，还有这个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就是最近他们一些包括这个台海中线模糊化，被他们这个片面认为他们不存在等等，这些潜在发生危机的一个事件的这个状况，这个情境他都把它写进去了。是，然后联合军事攻击，还有包括这些什么攻占外离岛，这个是多年来这二十年来我看国防部在跟不管是他们内部军方或者是跟立法院还有跟媒体外界在说明的时候，一直有在他的一个这个选项当中。那联合火力打击，这加上全面进犯，已经是一个多层次的这种多重攻击了，已经到了后面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国防部一口气把这八种的这个情境跟大家讲说可能进犯台湾的八种模式，你要说它是可能的八套剧本也好，然后也是呼应在民进党的这个政府他们在不断的塑造一种台海的危机升高，但是是谁造成孰令自知。然后还有国防部在呼应这个民进党高层的时候，他在写这些东西，我觉得有些是老生常谈，有些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你是把它列为说以后包括汉光演习和国军的这个政治经济的这个政治军事兵推的时候，你都会把它纳入进来，每次这样子常态的这个状况构想的其中一环，还是说这八个你只是让台湾的民众慢慢的有点自我麻痹了，然后以后看到了，到底我真的很担心台湾民众以后会习惯这样的一个状况，习惯这种情境跟状况才是国防部要真正忧虑的开始。因为不管是从一，我从一到八，我觉得可以形容为是不同等级，到七跟八已经是最高级了，六七八已经最高级。那前面五四啊，都是以前国防部都每天在经常性的在谈的时候都会提到的范畴，甚至说可能小规模冲突，可是他现在把它写进去列为那种等级强弱，然后也不讲清楚，那我觉得这会造成一种国人的误解。好，不过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他有谈到就是这个在目前呢，共军2022年起对台的军事作为越来越频繁、密集、多样化，而且在兵力的编组上面呢，东南部战区沿海机场也陆陆续续的完工哦，常态部署新式的辅战机、无人机，加大对于我们的空防压力，还有逾越海峡中线等等。那在这个里面也甚至呢特别针对中国大陆他们的部署啊，也做了一些这个说明跟分析。也强调的是在非军事行动啊，包括海上民兵啦、飞行器侵扰啦、科技船活动啦、以民掩军种种的方式去加强对台海周边的战场经营。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亮哥，先跟我们来看看这一份报告书您的观点如何。那同时在这里他还谈到了一个解放军的火箭军啊，因为2027年建立对台以及第一岛链范围内目标远距精准打击能力，到2050年建成核天一体信息化战略核力量，达到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要止毒、抗霸、控印以及稳边。好，那您又怎么来看待这个解放军的火箭军在2027年呢？杨哥，我那个主要如果跟台湾有关啊，那是区域拒止嘛。事实上这次围台军演就出现了，就是在宜兰跟东海岸嘛。是。那针对日本西南诸岛过来的美军力量，跟从关岛过来的力量嘛。那这个控印那个跟台湾没有关系啦，因为中国边境又不是只有台湾，印度也不可能跟中国打仗啦。这个只是广义的啦，因为它有一些是属于战略性的，那有一些是真的可能用的，像比如说要阻止美军介入，那这个就是真的有可能实施的嘛，所以为什么它军演会出现嘛？对。可是你看它在印度边境，事实上很少看到这样的军演啦。是，因为他认为没有到那个急迫嘛，其实国防部历年的这个中共军力报告书啊都差不多，尤其这几年写的都差不多啊，那主要是把时间抬上来了啦，就是说2025这个福建号
就会组队啊，就成为战斗力量。那到时候区域拒止更成型嘛？啊，是。可是因为他写的太简洁了啦。嗯。啊，因为这个坦白讲，因为我现在就在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只有32页。写的你是说不认真吗？不是，因为他是要给立法委员看的，立法委员没有时间看嘛。哈。像美国，其实薄薄一本呐。哦。我跟你讲，美国那个中共军力报告书，每次给国会的。每一本都是超过300页，都厚厚一叠，不是吗？是啊，所以这个只是给立委看的嘛，那就简单简单就。然后以前我们都会先去想办法，在国防部送到立法院，刚送了没多久，先去拿来看。然后立法院他们会先这个要给每一个委员办公室，他们还不会去翻，会然后立法院的这个预算中心跟那个法制室，他们会先去翻一翻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嗯嗯，好，但是说实在的啦，写的。就算是30几页哈，其实也就算了。重点是你要真的要拿出国防实力才对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亮哥，他有些不会写了，哦，只有简单的写，因为这记者都会看。这个事实上，军事记者或者像静平这样的人都会知道。我们要先做功课，所以先看。是，来这个盛峰老师，那这个白皮书里面呢、啊，是写中共对台的几大攻势的剧本嗯，要写10项。20项、30项、啊、都没有关系、啊。人民在意的不是有几项，人民在意的说啊，你拿共啊共，他要打我，有这几招有没有？对，那你能怎样？你有什么招可以回去啊？对啊，你就告诉哦，他有8招，那我呢？我5招，没招。就那你告诉我，这个白皮书有意义吗？嗯，白皮书最大的意义不是在说他要怎么打我，是我要有什么方法。可以反制他的打击，是，你看得到吗？没有看到，甚至已经都挥到你的上空了，你还看不到。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最具体的回应，无非就是演习嘛。而这个演习最具体的就是什么？汉光演习，那是最大最具体的。那我们来看看整个的汉光演习是演给你看，或者是要救台湾？汉光演习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嘛，就是。这个呢，共军登陆的时候，那我3军联合作战呢，然后把这个登陆的共军歼灭在滩头。嗯，哦，这是重要演给你看的内容。那请各位有没有记住？假若共军已经可以登陆了，嗯，这证明我们的制空权、制海权怎么样子？没了啊！制空权、制海权没了，什么？还有3军联合演练呢？哪来的3军联合演练？你制空权、制海权没有了嘛？所以，假若真的要汉光演习要演登陆的话，就要建立在我已经失去制空权，或者说我已经失去了制海权，至少大部分失去的情况下，那我还有什么本事可以制止你？这样演起来才会真嘛。嗯、可是从来没有这样演过。嗯，这是演给你看，就如同这一本白皮书啊，是写给你看。我讲就这样的意思。好，不过你现在当然要看中国大陆到底对台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关键在于大陆的领导人。那么现在呢，大家在关注的就是10月16号，好，这个日期出来了哈。请教一下亮哥，中国20大即将要登场，那么习近平可能好取得第3个5年任期，那是不是可能即将要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寻求一个历史定位，就在他的这个接下来的任期呢？那大家也非常的关注的就是，那么接下来的人事的布局会如何来安排？谁要来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他即将要任满，那到底要怎么来看现在即将要在10月16号登场的中共20大呢？亮哥，这个人事案最好不要乱猜了。不，我只确定习近平还是老大这样啊。那至于其他，我觉得很难讲，很难讲啊。是，媒体就是都在猜，就是。是是是，可是我很不喜欢猜人事案啊。嗯、那至于他第3任期内是不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啊？这个就是到2期嘛，对不对？对。啊、那除非你是认为他没有第4任。嗯。因为习近平现在才69岁。他即使做完第4任，年纪也跟拜登差不多，所以不要排除了，因为现在看不到接班人，看不到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也会考量种种内外的因素了，他方向当然会比较清楚啊，因为他有一个那个总体方案要公布嘛，是，那也会呼应那个国台办那个白皮书嘛，
那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是他触统到底要具体做什么作为啦。对，因为触统绝对不是武统为优先，当然不是这样。那个部分当然他军方会部署，可是具体是合同他要做什么事，对，现在还不知道。所以还是要看，因为这个应该会比国台办那个写的更具体一点。是，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也许他不一定要那么急啊？你刚刚讲到2027，可是问题是，他也许不一定想要那么急，可是呢，外面逼得急啊，对啊，美国逼得急啊，是啊，美国拉着其他的国家就是硬逼着你。美国拉着别的国家也不一定有用啦，因为别的国家搞不好是虚应故事啦，应该是说美国搞不好创造一种情境，让中方觉得他非出手不可啊。这个才是比较麻烦的啦。比如说我们随便讲，比如说台湾政策法，如果他真的把它改名叫台湾代表处呢？你说那就九月中的事了。不会那么快啦，他开始讨论了呀。对对对，那可能、啊、可是真正通过搞不好是明年嘛。那如果真的过了呢？那这个跟美国有没有拉日本进来那个无关啦、啊。再加上你讲的民主党、共和党两个加起来都在做这样的事。是啊，2024年，我觉得他就是，比如说，如果美国了，我们就说，你看他那个拉台积电勤奋成那个样子，是给你的感觉就是他觉得好像台积电他保不住这样，所以急着要你分散布局嘛，是，对不对？对，不然怎么会有人那么急呢？你如果保得住台湾，那台积电就继续就是你的供应链嘛，是。更何况70%都是外资，对不对？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啊？是，所以显然他就认为说台湾可能会发生战事。那么刚刚讲到这个二十大即将要登场，10月16号。那么大家当然除了一方面关注的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之外，还有他的人事布局。那请教一下这个森盟委员，因为我发现哦，这个外媒哦，他们真的是还蛮这个关注这个人事的部分哦，比方说我看到这个纽时哦，这边也有分析了哦，那么就说哎，现任的这个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还有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是下一任国务院总理的可能人选，甚至还说汪洋出现的几率大概是比较大的。那当然路透社的部分呢也有分析说，不论谁继任总理都会追随李克强的脚步，遵循习近平所设定的路线。好，那您怎么来看他接下来人事布局安排？我想过去外国的媒体在猜中国的情资啊，尤其人事变化的情资，日本比美国强多了。那现在呢，日本这一方面是衰退的很多。那美国这一方面呢，你听听就好了哦。在中国大陆的人事的这种猜测上，错的会比对的机会来得高。所以你没有发现他们讲话都很保守，是都不敢谈，因为真的。但是有一点，北戴河的会议开完了才开二十大，证明一切都已经就绪了，没有什么悬念了，各方面布局安排都已经是 OK 了，那导致呢，我想来跟各位谈的是二十大呢，人事的问题上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揣测，导致有几个涉及到台湾的问题，我们要注意一下，那就是2022年的今天跟2017年的5年前，就19大的时候。这个5年当中的情况变化，现在有什么情况？这个变化会影响到整个台湾、是台海两岸的演变，请各位大家特别注意。第一个，中美的博弈呢，看不出来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是越来呢，这个呢越激烈，因为美国越焦虑，中国大陆越成长，这个东西。你说这个碰撞会碰撞出什么结果？那先变先，是不是海西台湾就在搞这一天？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说，这个越逼越急嘛。这是一个变数啊。是。第二个变数就是说，大陆的实力在未来的这5年内，你可以发现它的成长度啊还会更大。那相对于大陆成长，台湾的成长呢？台湾的依赖度呢？你看会变成什么样？这个都变。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整个的今年首次围台之后啊，这围台今年的意义是很大的。而围台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反应，跟他具体的围这个围台，从此又成为常态，两岸的关系会怎么样子？再过来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请各位特别注意，就中共已经连续几波所谓的警告台独分子，然后要追杀这所谓的，所以说
一辈子啊，要追究到底。对，这个过去从来没有过。是，还有，我最讶异的是这几天我看的大陆的政协报啊，政协照道理讲应该是笑眯眯的跟挥这个挥共产党的其他的什么党派啊，大家要笑眯眯的往来的嘛，所以要最讲和平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协报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其中没有指名道姓，而是用蓝营精英，你们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哎，这个过去没有过的。蓝营精英，也就是说，对民进党、对台独分子定下的立场，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把你放到一边了，你不要过。那蓝营精英，你自己要做选择，你不选择，这个都会影响到他两岸之间的对话的一个规划。最后一个变数啊，那就是2027年，刚好是他建军100年。这个是唯一在讲怎么样子让解放军在这个历史的记忆时间点上，你要是没有一个楼梯给他放着用的话，那你告诉我怎么交代呢？是哦，我等等，在这六大因素的影响下呢，两岸之间会在20大之后会发生很巨大的变化。记忆力会降低，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觉，女生睡不好，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皮肤也会变差。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梦梦水，独家的配方呢，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怎么买呢？来 QR Code 快点购，扫一下。